中大甲一所国小的校庆中，有班级跑大队接力赛时，大跳近期很流行的鬼步 Swift Bar， 结果被对手超车，让全场笑翻。学务主任表示，应该班级在预赛时是最后一名，因此同学讨论后认为，既然赢不过，那就留下特别回忆。